别乱唱，不是这一首。然后那个衬衫都是很花的，对不对？你的花样啊，花样男孩，这是拉盖基的舞团。来，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啊，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。来，位置，他们还在讨论位置哦。通常我们杜兰部落哈都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调位置。哎，我们男主任的苏高姆先生也在我们台上，他怎么没有花衬衫呢？老师好了吗？最花的那个在中间。我们请我们的主会们站在中间。好了吗，老师？Yeah.